金曲三五竞争激烈，奖落谁家成为关注焦点。而入围歌手们为了替自己集气得奖，走上红毯肯定要带上专属幸运物。其实昨天晚上才临时决定要全家人一起走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所以就我们昨天晚上临时有搭配了一下，对。他超乖的啊，你看，他完全就是没有觉得怎样，就是我很意外。对，他身上有什么幸运小物？幸运小物在这里啊，就很开心啊，共襄盛举，这个非常非常盛大的典礼这样子。好像会紧张吗？会紧张吗？还好。还好吗？你觉得好玩吗？蛮好玩的。对表白有信心吗？有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哦，因为他今年要上小学，我觉得很特别的经验。那你们妹妹现在走红毯都 OK， 觉得说都 OK 吗？点头表示 OK。弟弟 OK 吗？挥手，挥手，挥手给大家看。他说 OK。我都把我奶奶带出来了。哎，这个哈，这里面是镂空的。对，我第一次露这样的腿哦，我跟你讲，表演的那套更厉害，吓死大家。他表演厉害吗？比那个应该比蔡依林差一点点。哦，还是很厉害啦。那有什么幸运小物吗？我今天有带了一个我的家庭的拍贴机，我们一家四口，我爸、我妈、我姐跟我，他们今天都有来到现场，我妈在天上看我们，所以我希望能有好的结果，然后希望大家今天可以顺利开心，不要热到，不要流太多汗。你也是宝宝。熊仔今天一身红的搭配是有特别那个喜气的感觉。对啊，走红毯，所以穿红色。今天有带幸运小物。有哎、欸，今天带歌迷送我们的项链跟那个 pick。对。所以希望今天就是因为一直以来都非常谢谢歌迷们的支持，所以希望可以带他们给的物品一起上路，一起到颁奖台上。上路。上路。怪怪的。对。但是就是因为昨天也在整理歌迷给我们的卡片。就是一直没这个习惯，所以就是看了特别感动，希望今天会有好的结果。那五人刚好也穿全，是，觉得你们有没有赢过他们？赢过他们造型哦，嗯，那个应该之后会有很多朋友会帮忙评断嘛，我们就交给大家评断，跟奖项一样，大家都最好了啦。然后后面有看到一个歌吧，对，我们来。应该说，爸爸他就是很常回到部落的时候，我们都说，哎，你人到底在哪里？结果在溪里，他就在薛贡兰溪里面，所以就是很常常去抓鱼。那今天我觉得他也很想要给我们一个祝福，所以才会有这个妈妈怎么说，如鱼得水，一网打尽。今天金曲奖嘛，所以我们特别找来了这一件，其实呢，它是黑胶唱片，就是展示我对音乐的热爱。有看到秋梨吗？其实这个披肩就是代表我的先生，他跟着我们一起在这个盛会里面。